各位观众，片头一开始，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。看怎么有帅哥啊？这里不是狱警吗？哦，对哦，狱警有帅哥，我知道。哦，片头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在镜子里面的帅哥。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呢，很多时候在早上睡醒的时候呢，都会被镜子里面的自己给帅醒，或者是给美醒。哦，就是如果你是的话，那我们握个手，我们是 together 的哦。哦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好，那今天天气算热啦，那整天都阴阴的。哦，因为这种阴天呢，最适合在不开灯的房间呢、啊，就看到莫文蔚了。好，现在走，现在走。那不管是天气好或坏呢，礼拜天我们首选的第一要素就是带他们来草地玩个球啊，然后滚一下。哦，这个是他们应得的。走。走了，然后我妹去厕所，然后大大跟多多两个一起跟过去，不要鸟他。大大来，给，扣扣，扣扣给。啊，这是测试忠诚度的问题。我想说这样走，他们应该会跟过来，巴不得黏着我，因为毕竟呢，我们也是一手带大的，他们应该是会黏着我。结果回头过去。一只狗都没有，拎哪嘞？行啦，我妹去那边厕所，然后大大跟多多整两个跑过去了，然后我们林少就在那边看花，就爸小影，哇，现在开始刮起凉风了呢，好舒服哦。哎呦，远方有人在这样指着狗狗，应该是要来看狗的。然后抱着小孩一起来这边亲子同乐啊，好热哦，真的蛮热的。然后现在吹凉风就爽了。那假日哦，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啦，因为现在武汉肺炎的关系哦，所以其实很多的地方，台湾可能还好，就是比较空旷，像我们狱警这种空旷的地方呢，就比较多人哦。今天狱警呢，其实客人也蛮多的。好，那这样也好啦，就是不然平常是有点像空城，就是乡下地方，就是不管是有没有肺炎，其实非假日或者是淡季呢，这边都是没有人的。那现在呢，今天其实人还蛮多的，觉得有点热闹的感觉了哦。那因为我今年刚好过年期间我不在啊，因为我老婆生小孩啦，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过年的气氛。那听说今年过年呢也没有太有气氛，因为今年过年就开始有肺炎了。走起来，来，哎，阿你的球嘞？多多，阿你球不见了耶，他刚刚不是咬着球吗？很多时候都这样哦，就是多多会一开始就把球咬走，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球已经不见了。所以我们很多的球都不是多多咬坏，而是让多多丢，不知道丢到哪里去。行行，我们一起来享受草地吧。那这种天气呢，其实感觉快下雨了。然后你们看那种前面的那种灰灰的天空啊，快下雨了，很爽哎、欸。哇，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天气。就是这样阴阴凉凉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种天气最适合怎样吗？就是坐在阳台吹风，然后喝个饮料啊，然后或者是吃个火锅，不管一年365天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吃火锅。多多现在要回去找我妹了，因为他终于发现他的网球不见了。多多，你网球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先不要管多多，来，大家来，呀，走。今天我们两个，我跟大大的个人式的约会，走，耶，耶。哎呦，来滚滚来，滚来滚来耶，滚来滚来，大大滚来耶。拿来，拿来，哎呦呀，来坐一下，你好，来，您坐着等，坐着等，阿伯你去滚滚。你去滚滚去，去，去啦！这囡仔看的戆戆的，然后呢，哎呦，多多来，多多来，然后没有球啊，
还没有咬到球呢。好了，我们搭搭，哎呦，哦呦，他滚一圈只是单纯的热身跟综艺效果而已啦哦。啊，最近正经啦要晒开哦，不是安尼尔啊。搭搭，今日来吹了耶。最近真的没有时间，没有太多时间去剪影片啊，所以暂时都是还是维持现况哦，就是每天给你们高画质的录音录影的散步。那我硬碟里面其实还有蛮多那个三宝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影片，那找时间再来 po， 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哦，因为还 happy 回来到现在应该有快一个礼拜吧，哦，我还就是那个平衡呢还没有抓得很准，现在已经开始有点上手了，然后包括说喂奶啦、拍嗝啦，然后洗澡、换尿布，然后洗屁股，因为他有时候会喷泄膏哦，所以都要洗。这部分呢已经有点上手了，那其他的话呢，就是我可能还要一点时间，我来稍微平衡一下，这样子我才可以再抓回之前我们还没有生小孩前的感觉。怎么讲呢？其实还没有生小孩之前呢，我们有很多时间，我们可以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但是当小孩一出月子中心，一回到家，你会有很多的重心都会放在他身上，所以就会变成原本的工作，原本常常每天会做的一些事情呢，就会先排到后面去，就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那最重要的呢，当然就是小朋友的一些举动啊，比如说会不会在哭啊，什么时候睡啊，什么时候喝奶，会不会哦，每天都要做记录。那在这边呢，其实也有很多人会用 APP 嘛，我个人是用这一个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对得到，好像对不到，这个看。这个 P 左边那个是宝宝生活记录，那个是很多网友，但我用不习惯。我觉得那个 PIYO 日志这个还不错哦，它很简单的，你看，等一下，它就是哇，又对不到焦了。它就是简单讲就是，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表格，然后呢，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，几点喂奶，宝宝几点睡啊，什么喂不喂，就很方便。哎呦，多多你找到球了，来，给我。那我们老爷也在远方，给来。走吧，来，球球给我，球球给我。来哦，哦，去吧。这个也叫青，才叫做青春嘛！哎，拄只大大不用讲诶，大大不要要运动啊！我才刚讲到一半，他就给我坐下来嘞，多多，我才在跟你播呢嘞。我在这一阵子呢，我先把我的那个生活作息的平衡先抓好。好，之后呢还是会给大家一些新的影片，就是三宝的还有阿娥的成长日记呢，也很久没有 po 了。其实我录了很多影片，但是呢真的没有时间剪。然后我的那个生活日记哦，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在月子中心的生活日记呢，也都还没有剪完哦，就是最近真的要找时间把这些库存赶快清一清。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一棵树。以前这棵树呢，哦，这现在这个是木棉花吧，然后它现在已经开始在掉一些花了齁。然后以前这一棵树的位置是一棵凤凰花树。哦，你还没毕业不是，每次那个毕业诗意不是都会离开两站。又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。哦，就是只要一到凤凰花开呢，就是毕业的季节。那以前这里是一棵，这一棵树的前身是一棵很大的凤凰树。那我刚从台南鹰海中学转学回来玉井国中的时候，国二转回来的。那时候没什么朋友，我就一个人会坐在这个树下，然后吃我妈包的便当，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宁静哦。好，虽然说呢玉井国中有我小时候国小认识的同学，但是刚回来你我个性会比较避暑一点。国中的时候就自己坐在树下在那边吃便当，然后那个时候很热，我还记得很热，然后那个时候的 PU 呢还是新的，
对，算新的。然后到现在呢，树已经不见了，已经变成凤凰花树，已经变成木棉树了，而且已经长这么高了。哦，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哦。以前我们是一个国中的小学啊，国中的小孩，哦，瘦瘦巴巴，瘦不拉几，身体重当然三四十公斤而已，好像是40几公斤吧。到现在已经70公斤了，已经快40岁了啊！时间真的非常的快哦，不要讲快，一眨眼，你看我们的大大多多，我还记得昨天呢，他们还是那种刚来到我们家那个小屁孩，现在已经5岁，快6岁了。今年6月底他们就6岁了嘞。然后我们今年，九九今年是11岁啊，12岁啊，12岁吧。哦，你看我们这个老头。快十二，今年年底满12岁的老头，还是11岁，我忘了，我要回去再看一下。其实我数字不是记得很清楚。哇，九九就这样定格哎，九九这样定格呢啊，哦，但是其实讲到这样啦，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哈，让小朋友长大。你看这小朋友。再过10年，他也是亭亭玉立了啊、哦。那我们 Happy 也是啊，所以呢，对我来讲，时间非常的快，然后也非常的慢啊。所以，每天呢，其实我不夸张哦，我手机呢，基本上，Happy 出生开始到现在，我已经拍了录了，已经就是生活零零总总加起来。大概有60G 了吧，50G 还是60G， 就是全部都是 Happy 的影片跟照片。那当然里面还是有大量的是三宝跟壮壮阿尔的影片。哦，就是我的手机呢，基本上全部都被他们六个哦，就是三宝加 Happy 跟壮儿这样六个呢全部塞满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就之前就跟我妈讲。因为我妈的手机哦，我送她的那个手机呢，她都会去果园拍一些果园的猫啊，或者是果园的狗啊，或者是果园的鱼跟她种的一些植物。然后就跟我妈讲说：“你那个手机哦，你如果拍越多的话哦，它照片越多，你手机会越来越重。”看她相信了，这种东西超好玩的。我最喜欢玩弄那种不懂三 C 的长辈。你照片拍越多，你手机会越来越重哦，因为里面照片越来越多哦。我觉得哦，那我要删一点不重要的，因为我妈都会拍那种连拍，就一个花，她就拍很多张啊，就是看的都一样呵呵。所以呢，也是变相的鼓励她呢，要自己去整理一下自己的相簿啊，不然因为我妈不是那种会做长辈图的啊，有一些长辈还蛮厉害的，他们会去抓图，或者是自己去拍一朵花。然后自己去做成长辈图，那、我妈不是，我妈就是那种随便拍。那我拍你的照片也等于长辈图呢？怎么样？啊，大大你记得多多的长辈，大大你是老大你嘛，球球还给多多来，给我来，给。好了，知道。然后我的嘴软又要跪耶，来哥，给我来，给我放开。放开！哦，你搞嘎了哎、被咬到。然后大大自己可能也不知道。给我，来，北七兵，你觉得要不要玩？你要不要玩？啊，去吧。哦，我给我大大嘎，被大大咬一个。都是口水，好痛哦！哦，超凉的啊、上啊！真的蛮爽的，我跟你讲，在这个操场，你看，就算不什么都不做，躺在草地上，这样吹着风都是爽的。好啊，来。好，来，知道了，大力，还我，放开，去吧，哦，用哦，
我被多多抢到了。嗯。多多不打算还我了呢。啊，林金大在冲啊，慢慢行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大慢慢闪呢，嗯，大大今天有够大颗的啦，哎，我来看一下，大大你挡到你爸爸了，我要拍你爸剪脚的样子，佳佳，嗯。再一次哦，一、去吧。睡呀、啊！好啦，好玩哦，好玩哦！来，大大力还我好不好？我手刚刚被他咬到一个红掉了，你看，好痛哦。嗯。哦、所以真的不要在鳄鱼咬东西的时候呢，从它嘴巴里面抢走东西哈、哦，对不对、哦？我超喜欢捏多多这个脸的，因为多多有在咬球哦，所以它的这个脸颊呢，触感跟球球比较神似。大大看起来虽然吃皮，但它脸都是皮啊。大大整个面都是皮，来给我，给我啦，给我来，给我，给我放开，放开，放开。去吧，你要不要玩？大大，你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好，去吧。出去给吹。怎么样？好了，来，好了，好了，都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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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啊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来，大大，你还，你还多多，跟多多玩一下。给我放开，放开呀、啊！让他放开，放开。好、哦，再一次哦。一、去吧。哇，抡太远了，我们还是回来九九这边好了。哪里？可能九九太帅了，突然间对不到焦。九哎，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等一下，给我，给我，大磊，等一下。干嘛？好，等一下，给我，给我，大大，你球球要给我，球，多多，你的口水喷了，怎么喷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吧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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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次了哈。来，豆豆，我哥哥在，哎呦，啊，这个球已经破皮了嘞，这球已经完全已经破皮了，是吧？好了，最后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，我们要回去了哦，好吧？一、去吧。好棒，好棒哈、哦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假日的散步到这边了哈、哦。
我们要回去，欸，不要在我鸡鸡这边咬啊！你很危险，不是我很危险，你也很危险，你没有口弄你的口水，然后这个球被咬破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来的，啊。好了哈，我们把球丢出去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了哈。哎，欸，去吧。干嘛多抠呢？好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啊，我们今天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